心有很多种哦，草木心、肉团心、精要心、圆律心、真如心。这里不强调其他的心。这部经就是心经，要讲的这个心就是讲真如心，第五个真如心。那各部经论里面呢，讲到这个心呢，也就是这个真如，用了不同的名词。所以以后如果你读哪一部经，其实它讲的都是一样，都在讲这个清净的真如。它立名不一样，这是方便。名虽异，其义则同。涅盘经称之为常住佛性，其实就是讲这个真如心。楞严经用的名词叫妙真如性。华严经讲的是一真法界。心经讲的是实相。禅宗的话就讲主人翁，或是正法眼藏。儒家使用它就叫理性明德良知，这样了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佛典呢，啊，这个清净真如是什么？常住佛性是什么？正法眼藏是什么？禅宗里面的主人翁是什么？通通都是在讲这个。那你修行最后的为正德的就是正德，就是这个，没有第二个。所有的法门就是为了开发正德亲正，这个这样了解。所以法门都是进入这个宇宙万法真理的这个门，所以它就是办法。那我们讲以真如心，真就是没有虚妄，如就讲的是不变，就是没有虚妄，它真实的相状。同学，你知道你常常有虚妄的想法吗？知道哦，知道哦，知道就好办呢，不知道就难办了。知道是很值得恭喜的，但你知道虚妄的一念，哈哈，哎，等一下你就会自然不虚妄，因为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妄，你会排除它。但你不只认这个虚妄，你一直抓着这个念，不肯舍念，你就无法证得清净真如啊。所以以后当然知道自己虚妄的一念啊，不过有的人就是这样，嘿，不过我还是要坚持的这个一念，这个就失去弹性了。我们有些时候这件事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不要跟我谈条件。这个里面它是一个决定清净，而不是是非坚持，这样会分吗？当它是是非的坚持，它就是属妄；它是无是非啊，看懂实相是无是非的因果。世尊所说的因果是无是非的，众生读因果变成有是非。众生读因果是以相状读因果，世尊告诉我们因果论是以实相的道理说因果，所以在缘起间，缘起知道是空欸，那你的缘起因为加诸无明，所以他带的这个会拉到后面业力牵引，会有一个果，那是因为无明夹杂在其间。如果无明不夹杂在其间，当耳后因缘呈现的时候，叫法界缘起，转个名字，他就不用因果，这样懂了吗？
所以呢，真实常住不变的心，也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啊，这个一念呢，是灵明的觉性，圆明即照，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平等周遍，具足一切功德智慧，他没有什么生死烦恼，他也没有迷情跟妄想，也没有尘垢，就是尘劳垢秽，没有。在这里面就明白就好了嘛，也没有什么尘劳垢秽啊。有的人看什么都烦恼，有的人看什么都不烦恼。有的人看起来什么都生气，有的人看起来就明白。明白不一定要生气呢。如果你坚持的你的明白又加上生气，其实就是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它实相的空的道理。所以这个真如心啊，非一切法，能现一切法，非一切相，不离一切相，是出世间一切诸法，无不依之而建立。那我们如果可以懂啊，禅宗还讲这就是本来的面目，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讲的都是一样啦。那我们讲啊，这个清净真如心体啊，这个体性寂然不动，但是感而遂通，如如不动而感而遂通，应物随缘，自在无碍。数则从古至今以及将来，恒则四方四隅以及上下，无时不变，无处不普，乃诸佛同证众生本具，诸佛悟之而成三德，众生迷之而成三道。所以知道今天在讲啊，这个心经啊，我们讲啊，般若波罗蜜，但是多是多余的字啦，但是因为在大智度论有讲到这个多就定的意思，那在这里其实这个多不用它也行，般若波罗蜜多心，就讲了这个心。那天台讲到的六级佛，理级佛、名字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分证级佛、究竟级佛，在心经里面就变成理即心、名字即心、观行即心、相似即心、分证即心、究竟即心。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啊，这资粮、加行、见道、修道，到最后究竟。这个理即心呢，理即佛讲的就是我们本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他不用去外面取得，也没有加分也没有减分。第四个重点就讲到这个经，我们都知道在佛教里面讲到这个经啊，就是指佛所说的教法，这个是通体，梵语叫修多罗。这个修多罗如果照它的意思翻译就是叫线，古时候的书籍其实是用线串联起来的。那印度在以前呢，他们是用贝叶记录佛所说的语词，那之后呢再用线把它穿起来，编制成册，使它不散失，可以流传到后世。所以它的意思修多罗是线，那它赋予的内容这才是重点，并不是说这本册子。所以最主要在翻译的时候都有讲到契经，也就是称之为经，就是会契理契机。那这个契
气是上气诸佛的心，也就是所有的一切经呢，都是佛陀的智慧大悲心自然流出来的。那下气众生的机宜，那也就是说一切的言教啊，都是相应于众生的机宜而说，也就是众生这个根器，那有这个需求，有这一场法会，那有菩萨提问，这个状态之下，佛就自然流出这样子相应的法药。这个就是气经的意思。那讲到气理，只要是气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这个就叫正道，就是它没有错谬，没有颠倒。那所有的一切，你左读右读，正读后读，最后你都看到它的完整性，这可以通达我们毕竟清净的本体。这是气这个理。那气机呢，最主要就是巧背根性，就是众生其实有不同的根基，所以在经论它一定有菩萨提问的这个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一般都会根据于菩萨的修行或是众生的需要，有分菩萨自问的部分，还有一些就是整理大众问题的这种提问法。所以如果菩萨是对于自己在修为里面问题的对答对问，那这样子的经它的范围比较窄，也就是它是根据于这个问题单一问题而论述。那这个问题当然也会涉及到旁边的一些主要的概念，那但是主要的概念呢就隐在背后而不显。那如果是菩萨代问，代大众的所有根器而提问的问题，世尊在回答这问题，它的层面就比较广。那这种经典都是比较流通的经典，因为众生的问题在这里可能会有相似程度，有的人可能这个问题刚好是他的全部，有的可能七成八成，甚至于有的只是一个知识概念，这样叫气机跟气理。所以对于气机呢，对于气机要巧背根性，能够令众生所谓的信解受持，你要真的听得进去，信能够了解几分，愿意受持它，这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以经典的讲述来讲，气理容易，气机难。同学，你要上来讲一堂课，你就会知道，气机是难的。所以呢，佛的慈悲，佛的智慧，就是能气理又气机。那所以有些时候，有的人在所谓比较针对于个人问题的经论里面，会有非常相应的那种体悟。那对于完整的比较普遍性的经典，那就要深深的去了解它之后，再自我拓展它每一个溯及的重点深度问题。那世尊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他的慈悲就是能够契机。气理不一定能用，气理是不一定能用，但契机才能用，也就是理才能真的进入。所以我们讲经说法的法师都知道，到底是要契机还气理。如果只契机，那世俗的话就很契机了，那是没有理的。若光是气理，那只是这个把这个要义说出来，众生是无法真正实用的，这上面都是要学习的。那对于经啊，一般就指佛所说的一切经典，所以气经同时也气理。那就通途而言，这部经啊
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经上契般若实相之道理，下契解空无我之机，也就是它上面所表达的是实相般若智慧，那下面呢要让众生能够透过心经它的讲述，它内容的延展，而能够提升修行解悟体证无我，这是这部经的功用。那在阿毗昙心论里面有讲到五种意义，也就是经出生人永显示神末跟劫慢。那这地方出生意思说这个经典里面呢，它会自然的在这里面呢把一切诸法让你现在眼前，这个眼前并不是说眼睛的前面，而是你可能对于一切诸法并不了知，所以呢它会出生这个法要。第二个叫全涌，全涌就是它的义理啊，义理你慢慢的去深研它，它有无穷无穷的义理在里面，如泉涌滚滚的这样慢慢的现前，这个是泉涌。同学你可能开始读某一部经，那个字跟你之间有虽然近在咫尺可是有好深的好长好深远的距离，慢慢你慢慢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佛就在说我，他进到我的心了，那我就是这个状态。那这个慢慢一读啊，这是从一个字就可以拓展到全部去，这个是全涌的意思。第三叫显示，就是能阐发一切义理，也就是它能够把它发展出来，阐述发扬。那这个是经典里面特殊，一定会有显示。如果没有显示的话，那只是一个平面的文字。那像很多东西我们看一遍你不会去读第二遍，比如报纸，这个报纸啊只是在阐述一个故事情节或今天发生的一件社会事件，所以这个显示的东西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讯息而已。但是佛经不是这样，它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距离，深远的意涵在里面， 无限的。第四叫神末，这个神呢就是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我们中国有一种在把这条线拉直，或是我们要做一些装潢啊木工啊要测这个距离的直线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马道，知道哈，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像小葫芦半边的样子，那有一条线，那中间有一些黑墨汁，那拉得很远，然后这个师傅啊就弹一下掉起来，就去掉算滴滴滴，这个就叫神墨，叫马道。那这个呢为什么用神墨来讲这个经它本身的含义，因为它可以辨别邪正曲直，也就是你循着这样的路径进入，你的心思你就会得到某些启示而自我导正。佛陀并没有刻意要你做些什么事，因为所有能成佛是自己的这颗心，所以他可以辨别，比如告诉你因果，比如告诉你这个戒学，这些呢都是让你自我产生一个辨别的能力，这是一种这种启示之后产生的作用。第五个叫劫慢，也就是它的义理连贯没有散乱。那这一点呢这个是很有这个怎么讲，很有组织。它的思维啊，不管你是用思维的方式或是用拆解把它次第上把它循序的这样子慢慢读，你会发现世尊呢世尊在阐述宇宙人生的真理的时候，他是不是众生可以比拟的，他会把
最后的答案提到前面来讲，但是他这个讲的时候是非常圆满，他在圆满里面就会开启出众生另外的疑问，所以他在这上面他不是用那种就是没有诱导的语词去说。那我们如果只彻理的人呢，他只会把尾段拿到前头来说，但中间的这段省略，中间这段省略。那结慢呢，意思是说义理它贯穿，那没有散乱，它会看众生的根器。如果这是所谓这是比较愚钝的众生，这个经论它的开头它是从外围进来的。如果这一部经呢，它是属于立立根器的菩萨所问，这个世尊在开演这部经的时候，他就先讲中心，就是这样的。好，那所以不管你是先讲中心之后，你看这部经的开演的时候，他就会先讲中心之后，再由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这样子扩展出去。那如果这部经呢，它是针对于我们比较愚钝的这个下下根器的众生，他讲这部经典的时候，他就会用外圈圈进来，圈进来之后来告诉你答案之后你应该怎么做，再告诉你说你所体得的这些不是真的，不是最后，再一层一层的拨到中心来。所以这种经典要有耐性，所以众生在读这个的时候就会因为不同种性而会觉得这个经典太啰嗦太冗长，有的会觉得这部经典太难吞不下去太硬，其实就是这样的原因，是种性不相应，理解的能力有差异。那所谓的结慢，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它最后你会看到它的完整，从外面播到里面那就是体真了，那从里面说出去那就是下话，这样知道意思。一个是自修的，那一个是下化的出去的，这是在讲这个经它里面的意思，有贯摄常法嘛。那贯呢也就是指约这个贯摄常法四个意涵，就是它的作用来讲，贯就是能贯穿佛所说的一切教义，那就是能够把它贯穿起来，没有一法跟一法是冲突的。我们常常会以为这个佛这个法跟这个法还不一样，其实一个就理而说，一个就事而说，它看起来相状不一样，事实上所有一切的教义都是贯穿的。如果说你在心中还会有不一样不一样的难以理解，那个是你还没有完全融会贯通。佛不会讲一个有缺失的法，那又讲一个所谓毕竟的道理而彼此互打，是不可能的。一样的道理，但任何的修行的层次你怎么入，这入的方式在起初看起来或许略略不同，但最终它一定是贯穿的。那就像以线来把这个珠子串起来一样，这个是贯。那这个摄呢，摄持所应度的众生令不堕落，这个摄就是摄持。我们这样摄来讲，一般来讲就是抓到，对不对？所以菩萨有四种方便，四摄法，就是这样把这个众生呢，这样注意，然后让你靠近，然后把握住，让你不堕落，不再跑出去了。这不再跑出去了，并不是讲你这个人形这个相状，而是你整个的注意力，你整个的身心会在这个中心上面，那这样子就引发了你自我自发性的意愿而看到它的重点。那这个摄呢，佛所说法无非是要救度众生，使他不堕落。如果说讲述这个佛法之后他又跑出去玩了，那这个就不是达到他正面的作用。但我们末法的众生要摄持是不容易的，因为
凡事太多，繁杂的繁。那另外一个叫凡事太多，叫凡夫的凡。所以末法的众生太多，琐琐碎碎的方向与重点，所以要摄持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同参道友，可能学佛或许有某一阵子了，这个阵子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中间也有人呢，这就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之后呢，碰到了极大的危难的时候，那再又回头，这些是稀松平常，所以会有不退转这个字。一般是一定会从退转，然后因为再回头了，回头是岸呐，是不是？最后才能自己愿意，所以完全靠佛菩萨的摄持是办不到的。如果你离开了经典，你离开了经典，离开了这些道理，很快它就会模糊掉。所以修行为什么需要以众靠众？不断的熏修，那个也是要有一些精进的依这种自我的意愿呢。就像我们知道嘛，你要三堂课没来，你第四堂课要来的时候，自我打问号。那不用别人跟你讲，你就会自我打问号。啊，刚在练，找个天气的原因，找个肚子痛、牙痛的原因，反正总归就是懒散。那这个是摄的意思啊。佛已经灭度两千多年，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而且还可以使用，就是能够观的意思。而且我们被摄持，这摄持的力量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自己不愿意的时候，那这些还是属文章啊，文字而已。那第三个意涵就是常，常就是立诸万事而不异，就是三世不变异。我们讲啊，过去、现在与未来，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它没有时间性，它没有过去适用、现在不适用、现在适用、未来不适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常，佛法都在讲常住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法啊，第四个含义就是推诸四海而皆准，也就是你到哪里去，这个都是准则。这是亘古不变啊，那你可以这样子啊，可以这样子依循着，可以找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它是常，而且啊，天下同尊其道，这个就是法，它可以作为准则的。那同学这样对于这个经啊，已经有完整的这个意义啊、意涵的了解。那因为啊，佛所说的这些教法，这些是契理，所以能够流传万世。那因为它契机，所以垂范天下，天下共同都会学习的。简单说了，经就是真理，它一定具备普遍性，因为它是宇宙人生的真理。而且呢，思维你在思你用心思口意，你也可以看到他思维的必然性，也就是你在思维里面，他的哲理理路是完全畅通无阻的。修行常常会碰到一个自我瓶颈，也就是有些时候好像似乎懂了他一点点道理，可是隔一阵子啊，可能又是世俗的事情忙碌去了，于是这个又模糊掉了，下次来的时候要重新入，可是重新入又穿不过那片墙，有没有？有时候会被墙挡住了，有时候就好像它是一个无底铁金刚，我攻不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没有第二个法则，静下来，你就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当然，我们并不是像古书里面讲啊，你看钻破啊，这个窗纸啊，不得物也没用，并不是这样，而是你要就体性上去钻研。而不是就文字向上去钻研，那体性上要钻研相应于这个契经的话，第一
先要把你杂染的这些思绪全部整理完，全部放掉，那如实的进入这个经论里面，就能进得去。这是要自我功夫的。你今天去菜市场买菜了，看到人家打架，或在路上走的时候看到这个一个意外，车祸的意外，你的心还浮动呢。这个回来，你打开楞严经，你楞得进去吗？真的是好楞啊！啊，楞子的楞，是不是？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像说，我们出家人呢，有一些规则啊。这出家人要有一个规则，他了解。当我经典放上去的时候，我应该整齐我的这个案桌啊。那我应该身心是放清净的，我应该杂物所有的这些，通通已经圆满了。你总不能说我等一下去扫地，那我现在要持一部什么东西，要钻研它的内涵。其实这些都是要自我去规范的，这样知道。那你如果说他已修行到大乘菩萨，在在处处当然就是实相般若，那已经是以成就而言。在我们在学习的凡夫呢，简单说，你要好好打理打理，真的是要好好打理打理。那如果这部经叫做经的话，它就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能适应的真理。它这个真理，以这部经来讲，你走到哪里它都不会有冲突，它都是完整的。那另外经它的动态而言，刚刚是在讲它的意涵是静态的，那以经它是动态的而言，就是你可以行你可以修，如果你照着这样去修去行，一定能成就。所以讲行经，行经。那如果你的心念的路径啊，因为你这修行的过程而有了一些体悟，这是讲行径，是讲它的小路它的路径。所以经的动态而言，它是可以行的可以修的。那这部经的心经啊，这本经而言，就是体悟性空求证实相的人可以照这部经这样去修去行去印证去体得。我们第一轮介绍很多修行上面个人对于六根对六尘上面的一些修行的所谓参考的言说，希望同学能够作为参考，因为这个就是经它特别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文字而已。古大德啊，就是圣贤，都是依这个经而修而行而证，这个大家肯定吧？或许我们跟他们不认识啊，因为他们只是历史上的大名号。但是之后这些古大德能够对于这些经论有这么精湛而深刻的剖析，都是他本身所走过的路。那这些都是在在处处为我们佐证，这些入藏的大德都是由这个经而修而行而证的。那我们讲啊，这个经啊，就是带引大家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心经体悟空性求证实相的人，他本身就是由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所以这部经260个字是捷径，它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如果你能够抓到主重点，相信你在任何的法门都可以用。这个心经它是遍及所有你的法门，你不管是修哪个法门，它一定会用到这个路径，因为这就是我们生命每个人所面对的，他的不管他的层面都是在这个六根六尘六境上面的，所以一定要处理。那广义来讲啊，讲约理而言呢、凡是宇宙诸法，法尔如是如实之相，不为谬于实相之学说，都是叫做经。中国
古圣贤也是有45经。那就事而言，凡是人可以产生正行，那这个法呢不为常道，而是顺常道，那这种也是叫做经，就是事上面它会有一个指导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就理而言知道它是空嘛，可是就事而言知道这个是因缘嘛，那缘起就是性空嘛，所以这个就是事跟理上面呢它都是完整的。这个是就广义来讲事跟理都含在里面。那这种就叫经。所以经呢不是只有讲佛经。是不是啊，基督教有一部叫圣经。回教有可兰经。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叫做经。就是它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有它全面性的那个剖析跟实相，有把它说出来，而且你可以依凭这样去就事而修行，看到那个理。那这个是经。那把总合起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八个字总合起来讲，有四重的意义。这四重的意义，第一个是讲这部经啊，就是告诉众生，你依般若来修行，可以出生死苦海，到达涅槃彼岸，亲证真心的一部经，就是你可以看到心的实相。那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八个字它的第一重含义。那第二个意义是这部经啊是可以修正开发智慧，能够就近的彻见真心的一部经，就是你可以开发智慧。刚刚讲是你依般若这样修，你可以出生死海，就是在讲你已经懂得般若哦，你已经懂得般若，你已经有般若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不能以物来解释它，所以第一重是你依般若这样来修可以到达彼岸。第二重是说你可以借这部经而完成开发智慧，那可以看到心的全面的一部经，彻见本源呢。第三重意义是说此经是全部般若经里面最中心究竟重要的这个主重点，所以这就是心经。那心经其实这个含义来讲就比较不那么广大，只是在讲说它是重要中的最重要啊，这样子。第四个意涵说这个心经啊是一切诸佛菩萨依之而证究竟涅槃的一部重要的经，就是最重要的经。所有的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好好的真实的去看到他自己，所以这不是凡夫的经，而是所有一切众生的经。佛跟众生的差异是一个已经开显完成，那一个是还不知道，可是本具没有显扬出来。所以这个心经以已经修行有般若智慧的人而言，他可以达彼岸，以没有开显佛性的人来讲，他可以开发，以他的位置来讲，就是般若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重点。那以全体而言，就是诸佛菩萨修行得证菩提的路径，这个是四个重点。好，那这样应该很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翻到我们的要事里面的18页。那18页里面讲三藏法师玄奘这个地方就真的不再讲了，因为上次玄奘大师的故事用了好久的时间让大家知道这个玄奘大师啊这一定是再来人。玄奘大师啊那么年轻一个小孩就跟他的这个兄长长劫法师住到净土寺去
终其一生都是在佛法的经典的大海里，在那里悠游自在。当然里面他有看到当时中国的一些经论啊不够详实，有一些大德在著述或翻译的时候无法连贯，所以他心中起了好大的愿呢，要去找原点，就是这样的。他这个往西呀、去游学去了。说起来他在印度17年，这个语言能力可真不得了哎。在座你学英文几年有的已经超过20年，当然不一定是在学习的状态。我们对于语言这个东西啊，它有某一些特殊的人有特殊的敏感力，这种好像强迫不来，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读这个玄奘大师的传记的时候，就想到他好厉害啊！他7岁就到寺里去，真正的正规教育，我想太半都是透过经典的。那之后呢，他就遍历中国各处嘛，所以有一些人生的历练。那这些历练呢，当然要依附着他的这个兄长长劫法师的带引啊，这是中间有一些落差嘛，所以年岁上面的落差总是有不同的经验。但是当他往西走的时候，是一个人，是年轻的，他去印度经过的国家这么多，他所记录的120几个国家，他自己真实一步一脚印，超过100个国家是自己真的经历过走过的。这里面你要具备有偌大的勇气，而且语言的能力真的也非同小可。我相信如果你是河洛人，你今天要去客家村不算通了，对吧？啊，你如果国语人要说台语，臭灵台，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更何况他不同的国别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呢，他不是一个语言的地方，他是有多重语言，而且有地方所谓方言。那这个玄奘大师啊，他去到印度17年，当他要返回正旦的时候，我们不能讲中国啦，中国是我们自己称的啦，所以有世界上的人是看我们是叫 China 支那正旦，所以这个正的意思啊，正旦意思说太阳从这边出来，正旦太阳从这边出来。当时印度的迦比罗卫城在经典里面记录它是世界的中心，就是这个娑婆世间的中心点，所以佛在那里出世。那正旦就是东方，就是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那这个玄奘大师呢，他要回正旦的时候，他路经的这个国别国家很多呢，而且他还开了一场辩论大会，屈女城的辩论大会，他把唯识的颂记挂在城门上，这上次都有讲过。然后祖述他在这上面提出他对于唯识啊，就是人呢这个心意识的运作的论述，他的论点。那上面他说了一句非常豪气的话，他说如果我有任何一句是说错的，就砍掉我的头吧。于是都没有人真的来找茬问难。这并不是所谓这个目无尊长啊，意思是说我对于我所了解的这个层次是完全融会贯通的，像古大德啊鸠罗摩什啊，他也是在讲如果我有犯错的话那怎么样，如果我没有犯错的话我的舌头不烂。大师他在圆寂之后脱皮的时候，他的舌是完整而不烂的，
对不对？世尊是整个人都不烂了，对不对？连他的法也有舍利，他的肉、他的骨，所有的一切都有结晶。那这个是我们当然不以盖棺定论说，哎呀，这个是你要烧不坏的话，金刚不坏之身，那你就是佛，那倒不一定啦。那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一个修行人，这些古大德，他敢著书论著，他真的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去，而众生一品，这个古大德，这些大德的这些言辞或是他的论述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而进入佛所说的法要。因为佛经比论好读很多嘛，佛经比论好读很多了。但是你不会做整理的人，你读佛经没有办法那么如实的品尝佛所说的全面的意涵。如果你加诸了某一部论述之后，你来读佛经，它里面的意涵就浮出来了。这就是这些菩萨论述帮助我们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事实上佛的经典三藏十二部啊，经是可以读得完的，可是论却读不完。经可以读得完，读深读浅而已，对不对？那论呢，因为是加上大德他们整个脉络思维抽丝剥茧的记录，那佛所说的经都是留着让你自己抽丝剥茧，你要是根气不够的话，你不会播，你可能看到某一重，那这些菩萨们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在讲这位菩萨叫玄奘大师。那我们有时候会在想啊，这些大德们他们在历史上到底是怎么过活的？同学会觉得有这个问题的产生吗？还是把它看成这个肖像，就是画起来玄奘大师也长得很清秀啊，背了一个书架子，那双脚踩了一双那个叫什么草鞋，那草鞋看起来也不脏，指头看起来很完整。其实我们把古大德都有一些唯美的想法，不食人间烟火，他秀可以飞到印度去吗？其实不是这样。你要知道这些大德们字字句句这样写出来，他都是如何的对自己生命的所有一切千刀万剐，如何真实老实的去改变他自己，而体证呢，就体证那么一个点，再来点线面全部。所以同学，我们不要太美化了，以为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境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这是举例啊，在讲大德的上面做个辅佐。就像我们会看到啊，以戒学来讲，某个律师，道宣律师，他做了什么什么的这个论述啊，对不对？四分律比丘尼超比丘，这个太多太多的这些东西，他知道他是再来人呢。他的前一世是谁？在前一世是谁？在前一世是谁？都是律师嘞。他最后才完成了这些大整理。所以修行他不是立一世而完成。那同学，你可能马上有第一个问题，随即现在前，那我的前一世又是谁？你一定会自问嘛？是阿猫阿狗、张三李四，还是真正下过功夫的修行人？下过哪一种功夫？文字的功夫、实修的功夫、体证的功夫，是怎么下功夫？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大德，真的是要敬仰，
真的要敬仰。修行到成佛是不可马虎的，它是不可以马虎的。那讲到这里，这个把这个翻译的人玄奘大师简单带过。那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经文里面呢。总是菩萨修正境界分四个主要点。第一个，明能观人，也就是观自在菩萨。那我们分别把这三个字观自在分别来了解它。菩萨二字是通明，就是一般我们普遍通用的这个名号，就是发大心的有情众生，这个是叫菩萨。根据发心的菩萨，我们有凡夫